杨超越把擦了鼻涕的纸直接给助理，被网友吐槽。看表情，助理是满脸的拒绝，但是只能用手接住他刚擦完鼻涕的纸。艺人助理是真不好当啊！现在网友都开始质疑杨超越的生活习惯问题，刚闻完袜子，之前还往海里吐痰，现在就来这一出。舒服。哎呀，还好，不是很臭。现在有人闷。粉丝争辩说，因为不拘小节，两人关系好，但是网友却觉得这样耍大牌还很没素质。就是说一些实力去说服他们认同我的观点。只有当你有能力的时候，你可以选择做自己。